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。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深锁，只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，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谢谢，感谢我爱的人，欢迎我们所有这个时间来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欢迎我们的 C 婷宝贝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。嗯，怎么穿的是一样的？我们俩今天是情侣装，跟大家说是情侣装。我们有请再来感谢一下我们礼物的榜单。谢谢小小鸟哥哥，感谢 C 婷，谢谢婷婷，感谢洋洋，感谢。哎，刚刚看到有个清风哥送礼物，感谢双鱼座，谢谢大家礼物和支持，谢谢我们我爱的人，感谢，谢谢我们勇哥的分享啊。嗯，我们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说听着很卡，进来出去都卡吗？大家有这种情况吗？佳代这边是没有这种情况是吧？哦，我没有。哎，哎，但是今天我这个很怪哦。怎么？我今天的牌就是，这个抖音的这个布局好像有变化，你看宝贝。布局有变化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觉得不一样？哦，对，那个，哦，他那个什么是往下走了是吧？为什么我重新进一下？一下哦，这好了，是你手机的问题，加在手机的问题啊！他把那个对话框和榜单全部落在我脸上了，快！对，谢谢糖糖，感谢认同，谢谢老宋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谢遗憾嘛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他们说若曦今天的装扮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温碧霞。那是我爸爸的女神呐。年轻时候的温碧霞，之前的新场景呢，之前的新场景我们在换场景啊，之前那个有一点点的颜色暗，然后之后不太适合演出，然后我们重新换了一个其他的场景，正在搭建当中啊。对对，在搭建当中。嗯，有多少人好像是女神都是温碧霞呢？就60后70后，嗯，好多呢。佳代今天妆化的好是吧？看着就是比昨天漂亮很多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偷偷开了一点瘦脸，可能是大家就觉得好看一些。对，昨天是一点美颜都没开，所以说你们瞅着丑。昨天应该怪那个技术老师，他忘记了，他把美颜给我们俩忘了，他给关了。昨天相当于是一点美颜都没有直播。对，你稍微给咱俩点瘦脸，咱俩也能好好能混一阵啊。最近这服了啊，这个得扣钱。对，扣10块钱是吧？扣10块钱。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般不是演员嘛，上镜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胖啊。一般我们俩也是老百姓啊，上镜有一点点显胖。嗯，对，尤其是摄像机就对特别伤人这个。那么现在的话真的稍微好一点了啊，现在就是稍微能舒服一点了啊。然后其实我的差距不是很大，我只是觉得眼睛睁开的和没睁开的区别没有特别大的差距，我觉得啊。佳代今天新鞋子，对，他今天是怎么说呢，算是新鞋子吧，但是之前就有了，只是他不经常穿而已。谢谢价值，感谢你续费了我们的阅读会员，谢谢，感谢哥，谢谢大家给我业绩，给佳代冲冲业绩啊。很长时间没有听红颜知己了， OK， 感谢谢上秋，感谢你的阅读会员。来吧，那我们接下来让佳代休息一下，唱上我们的红颜知己，让他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佳代今天大家看到他那个耳机跟我们平时不太一样，我们的佳代那个耳机坏掉了啊，然后重新修一下。我是电子杀手啊，我跟佳代东西经常坏，所以他今天换了一个正常的耳机。那个耳机怎么说呢，效果没有那么好啊，他听着可能没有那么清晰。谢谢我们 C 婷，对，今天是玫粉色的小短裙啊，这个裙子怎么说呢，平时时候穿的比较多，上镜还真的没有怎么穿过。我上镜
没有大家想象那种，就是那种审美是非常瘦的那种啊，我属于那种微胖型的，所以一般喜欢看我的，其实我有没有美颜看我都差不多。好吧，那么先唱个红颜知己给大家先唱一下好不好，好久没听迟来的爱，强哥现在给你唱好吗，我先唱红颜知己再唱迟来的爱，来我们一翔老师准备一下。嗯，想过这样的结局，爱到最后还是分离，爱情的路口你选择了逃避，想左想右却不再继续，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到心碎爱到无力，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放手让你远去，忘了下次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只怪当初真的太爱你，爱到心碎爱到无力，想要的幸福总是遥遥无期，爱到最后却化成了泪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放手让你远去，忘了下次相守的甜蜜，忘了我们朝朝暮暮的点滴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如果今生做不了你的唯一，就让我在来生的路口等你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，如果爱不能走出回忆，就让我做你的红颜知己。谢谢，感谢我爱的人，感谢 C 婷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83位会员，谢谢 C 婷，感谢我的哥哥，感谢趣智价值哥，谢谢飞马医疗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还有我们 C 婷。C 婷也是小姐姐啊，我们家这里小姐姐特别多，这是我跟站在的也比较多啊，再一次感谢大家。然后我们燕姐老师关了是吧，我们现在已经83个 VIP 了，家人们我们冲击一下100位嘉年华，你们看看能不能号召一个嘉年华出来，看看有没有空刷的嘉年华好不好。我现在一般只有在神秘人哥哥还有我们的月亮姐姐
还有小小鸟哥哥，还有凯哥手里面看到过嘉年华，秦淮哥也有嘉年华，曾高，曾高也有嘉年华，是不是？对，看看能不能凑够我们十个人有嘉年华呢？然后我们耳机的那个音量再稍微给大一点，我的耳机啊，张老师，我还是推到了头，我们会员还差17人了，是不是还差17人了？现在是83个了，一半疯了，一半丧了。哎，我们唱点最近没唱的歌嘛，一会儿好不好？先把这首歌给你们唱完。这个裙子什么材质？这个裙子是什么材质？加带子属于什么材质？弹力棉。怎么说这么土啊？你那个像旗袍一样特别风韵，到我这弹力棉，怎么这么土啊？还有谁跟我刷嘉年华啊？他弹力棉啊，丝绸绸缎。算了，别说了，弹力棉可赢了，我跟你有种五爱街的感觉。跟我说的像批发市场，是因为它这个有点像棉布那种西装料，然后还有点弹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我就弹力棉。这个确实不是很值钱，这个裙子是人家赠品赠送给我的，这个裙子好像才值50块钱。对，下首歌唱迟爱大爱，我们给强哥唱一下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就不唱这首歌了，因为这个裙子是人家赠送给我的，然后我就随便穿身上了，因为我们都是长裙比较多，短裙比较少。昨天姐姐说大戴你说的好土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土，你知道吗？高级棉，就别管什么棉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衣服就是50块钱，当时就是50块钱送给我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是想，啊、对，本来你穿很好看的，就大家当个小妹妹一样就行了。它的关键不在于，它不在于款式和布料，在于弹力棉。在于弹力棉是吧？关键在于搭配。我这个首饰是比较经典的，大家能看出来像一个玉石一样，是不是？瘦了不少，还行，还是那样，只是原来没有美颜，现在开了点美颜。大懒猫说还行，加代说的还好，不是很土，他应该说是涤纶棉。涤纶棉，你这个赢了哥，涤纶。涤纶还怎么可能棉呢？对呀。不连是吧？他不是涤纶啊，涤纶凉吗？那是大懒猫哥哥。你们觉得应该叫什么？首饰哪里买啊？我一般首饰都在橱窗里，如果橱窗找不到的话。大懒猫是辽宁人吗？啊，我哥给我翻译了一下，那个叫的确凉，的确凉，的确凉啊！是不是哥是这么读吗？的确凉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一半涤纶，一半棉，他们说是一半棉。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。来，大家把灯牌粘上啊，我们唱上一首歌好不好？给强哥唱一下《迟来的爱》，我就不唱了今天。然后唱一半疯了，一半丧了，好吗？我要唱其他的。大不了唱可以唱啊，我们排排队好不好？这四首歌我们排排队啊。然后我们这样一首歌唱《迟来的爱》给强哥来。的确凉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如你依赖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愿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
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你依赖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愿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哇，好听！谢谢强哥，感谢小小鸟哥哥，谢谢 C 婷，感谢离人心上秋，感谢卢宏伟哥哥，谢谢，感谢长风，谢谢大蓝帽，感谢奎哥，谢谢你们的礼物和支持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强哥，他说这首歌就你唱的好听，是你比较喜欢听我唱，是不是？抖音有很多人会唱这首歌啊，佳代。嗯，但这首歌你唱的很有味道，而且你今天很像温碧霞。唱你的人楼也总是轻轻开过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啊！我们家铁粉，我的将士们，我们冲击一下300,000的赞赞，谢谢大家。特别像温碧霞，以后叫徐碧霞。徐碧霞这么土，这个名字最好听的之处在于她姓温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碧霞，碧霞就有点土了，你知道吧？张碧霞，你想想。感谢吴晨，徐吴晨，徐碧霞就有点土了，徐碧霞有点土。姓温就很洋气哈。对，因为那个温就是觉得就非常的洋气嘛，是不是？温就感觉又很洋气啊。温家带，温家带，你好像像个螃蟹一样。温家带，温水煮家带，简称温家带。谢谢任我行，谢谢。下辈子遇见你，一会给大家唱。我重复的歌比较多，我们唱一些最近没唱的歌。先唱一半放了一半算了，再唱大不了，好不好？还是先唱大不了，你们定。卡利棉，刚叫什么了？刚才那叫什么棉了？刚才大懒猫说，大懒猫叫的确凉，的确凉。他们说了，这西服就的确很凉。大不了多一些，好吧？那我们先唱大不了，再唱一半放了一半算了啊！听大家的，暧昧快下播时唱，姐姐好不好？姐姐，我们下快下播时给你唱那首歌，太那个什么了，太慢了啊！张碧晨的歌我不会唱呀，我要学一下哪首歌？我做了那么多改变。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这也不是他的歌吧？他只是翻唱，是不是？嗯。默默的深爱着你。来吧，我们准备一下大不了啊，送给大家。嗯。情难了，我说服自己。还是难忘记温暖的往昔，为何会这样让我接受分离？说你不得已，只是骗自己而已。大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就再骗自己一次，大不了就当你我相爱过，大不了再痛快哭一场。
上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，情难了，我说服自己还是难忘记温暖的往昔，为何会这样让我接受分离，说你不得已只是骗自己而已，大不了就再原谅你一次，没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就再骗自己一次，大不了就当你我相爱过，大不了再痛快哭一场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再原谅你一次，大不了就我自己难过，大不了我一个人生活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，大不了就再骗自己一次，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，谢谢，感谢小小两哥哥，谢谢你的礼物，感谢妙妙，感谢长风，谢谢虾米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家人们我们的赞赞不要点啊，谢谢我爱的人，感谢你的花开泛舟，热心穿粉色太好看了，你们觉得今天这个裙子好看是不是？你们觉得？家人们，嗯，我们冲进一下40万的赞赞，一首歌结束了，现在才32.1万，我们辛苦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把赞赞往上冲一冲，谢谢家人们。嗯、好，有请佳代来到舞台上哦，你们想要听麦克风，你们放了是不是？我们等他跟大家唱两首歌，再唱这首歌好不好？因为我唱了三首独唱了已经。对，我们聊聊天，点点赞，然后唱唱歌啊。看起来年轻，穿礼服显得老是不是？若曦变了，变得有女人味了，我以前没有吗？我体重跟从前都是一样的，你们觉得我跟原来有什么区别？谢谢吴成哥，我觉得是家人们看到腿了就觉得亲切了是吧？看腿亲切，看腿就亲切，都有肉是不是？好、哦，美人痣漂亮啊！我特写能看到脸上的痣是吧？特写能看到，对，好看、嗯、是吗？背景是我们70后的记忆，对啊，我们直播间的歌不都是老歌嘛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的背景音乐也同样是啊，这样穿感觉很活泼，看到大长腿了。以后我跟若曦直播就是，若曦今天有可能长裙，有可能露腿，所以大家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。喜欢大长腿是吧？其实我觉得我的腿不瘦，上镜的话就是看着是比较正常的腿。不，现实的话肯定会比那个上镜瘦瘦一下。嗯。我想看看佳代的这个裙子。他们想让你出来看看裙子啊？就是这样的一个裙子啊。你可以走出来到1号机位给你看一下，可以，没关系、啊。可以啊。嗯。对，我们站在那个黄色标标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1号机位给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她的裙子好不好？有些女生是想买这条裙子吗？可以截屏啊！谢谢啊，谢谢哥哥的礼物。
灾难裙是这样的，就偏旗袍式，它左边是开叉的，对，这面是开叉的，对对对，就偏旗袍的那种，这面是没有的，对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接一下屏哦。嗯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嗯，啊，泼水节泼了瘦了几斤没有？因为还那样，还那个样子啊。嗯，没有泼瘦几斤，但还那个地方，吃的我觉得，一般般，不是很合我的口味，有点酸辣口。还是我们辽宁这边的好吃的比较多一些，我容易变胖啊，夏天的时候，因为走路的时候就是烧烤，还有什么都比较多。谢谢大家粉丝灯牌，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啊，冲击一下40万的赞赞。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我瞄准一下若曦的关注啊，点击关注后出现那个黄色的心心，我们再点击黄色心心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。那边东西喝的还好啊，我每天都是冰水，我觉得对身体应该不是很好，湿气太重。我发现那个离人心上秋哥哥每次来我们直播间都是第一个进来，是，然后第一个送出礼物的一定是他。对，感谢飞龙哥，谢谢你的星星点灯。他们说想要听什么？想要听白狐是吗？想你的时候月亮昨天唱了，还有什么歌？我是女生啊，我们直播间好多女生的，谢谢宝贝的喜欢。哎，家人们，我们可以把想听的歌抛在公屏上。他们想听白狐，好像是白狐和那个天上人间，只要你天上人间是吧？摘你耳机可以吗？可以呀，伴奏是吧？可以，可以的。嗯，我是觉得声音是有点小，但是也可以的。伴奏怕不怕你会识别不到？嗯，白狐多一点是不是？天上人间，只要你天上人间。OK， 那我们先唱，看看先唱哪首歌，先唱白狐吧，你们喜欢听好不好？来，一号机位准备一下啊，我们先唱白狐给大家。来，桑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白狐的伴奏。嗯，我是一只爱了千年的狐，千年爱恋，千年孤独，长夜里你可知我的红妆为谁补，红尘中你可知我的秀发为谁梳。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，千年守候，千年无助，情到深处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，爱到痛时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，寒窗苦读你我爱是山盟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，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，我还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，多少春去春来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狐，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，多少春去春来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我是一只守候千年的狐，守候千年无助，情到深处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，
爱到同时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，寒窗苦读你我海誓山盟铭心刻骨，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，殊途是千百年前爱你的白狐，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生生世世都是你的狐。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多少春去春来，朝朝暮暮，来生来世还做你的狐。谢谢，感谢小小鸟哥哥，谢谢 C 婷，感谢任我行哥哥，欢迎飞跃哥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孤鹰，感谢看似简单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谢谢月滚深秋，也谢谢我们小章鱼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小章鱼，谢谢小章鱼，唱得很谢谢很好听，永远是上人神曲，我发现了这首歌真的，对，若曦的腿好美。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啊！我们今天冲击一下50万的赞赞，谢谢大家。嗯，我们今天到下播之前，我们到100万的赞赞，我们俩就知足啊！100万是我们的起步价，对，起步赞，起步赞啊，起步赞。对，谢谢大家，两个狐仙。嗯，你那是算命的感觉，你那不是啊？不是狐仙吗？人家是指的是那个狐狸的意思啊。那样这样，后面就全是尾巴的那个，全是尾巴啊。我想要听天上人间，好吧，那我们让大家继续点点赞好不好，我们冲加50万赞唱、啊、只要有你天上人间好吗、嗯、我们丁商老师也提前准备一下我们的伴奏，好美的回，谢谢我们三三，感谢三三，听闻远方有你，听闻远方有你，东升跋涉千里，听闻远方有你啊，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一会儿给你唱好不好，一半疯一半算了，一直在排队呢，一直在排队这首歌啊，我们一会给大家唱完之后啊，把你们想要听的给你们唱完的，点到我手都酸了是吧，我们最近点赞大队的这个不是很快啊，不是很快，烟雨唱摇之后想要听是吧，别着急啊，那是我的独唱，我们先把两个人的合作先唱完好吗，来吧，我们先有三号机位准备一下啊，人生到场可以啊，来先唱，只要有你天上人间好不好，来三号机位我们准备一下，嗯，不管在天上还是在人间，我心已许你是我不变的爱恋，多年以前的多年以前，你在天的那一边，我在这边，两颗寂寞的心各自留恋，不知心碎也不懂狂欢，春花秋月虚度无数昨天的昨天，自从相遇我充满了惊喜，天地万物是你的笑容，你的呼吸，从此我甘愿奉献自己，追随着你的脚步，你的踪迹，最怕有一天你离我远去，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，没有了你，山河太阳星星都多余，我愿为你变成鹅，变成蝶，变成飞鸟，我飞向你，年年岁岁暮暮朝朝，我飞向你，
生生世世天荒地老，狂风暴雨烈日海啸不曾让我停下，不曾把我打倒。从相遇我充满了惊喜，天地万物是你的笑容，你的呼吸，从此我甘愿奉献自己，追随着你的脚步，你的踪迹，最怕有一天你离我远去，那将是我最大的悲剧。没有了你，山河太阳星星都多余，我愿为你变成鹅，变成蝶，变成飞鸟，我飞向你，年年岁岁暮暮朝朝，我飞向你，生生世世天荒地老，狂风暴雨烈日海啸不曾让我停下，不曾把我打倒。我追着你飞到天涯海角，只要有你怕什么狂风暴雨和海啸，只要有你山河太阳星星都在笑。我愿为你变成鹅，变成蝶，变成飞鸟，我飞向你，年年岁岁暮暮朝朝，我飞向你，生生世世天荒地老，狂风暴雨烈日海啸不曾让我停下，更不曾把我打倒。天上人间谢谢一首好听的《只要有你》，天上人间送给直播间的朋友，谢谢我们 City， 谢谢我们小小鸟哥哥，小小鸟哥哥，谢谢潘哥，感谢三三，谢谢飞龙，感谢银饰大哥，谢谢山丘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春哥，谢谢希望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支持哦。嗯，这是一个人吗？我跟灿灿长得不像啊，怎么能觉得我们俩是一个人？我们俩完全。穿的粉色的衣服、啊、对，我们俩是特意有这种情侣感，有没有情侣感组合感，大家就是让大家看着比较舒服的感觉啊。嗯，我们俩是好朋友，谢谢，嗯，我们俩是家人一样啊。对，现在就是已经把闺蜜这个词语贯穿了不太好的这个词汇，所以我们俩现在不叫闺蜜了，我们俩就叫好朋友。今天家带的眼睛里有星星啊，是吗？有星星，可能今天这个隐形眼镜它比较黑，的反光、啊、就有星星。你们可能觉得我眼睛里有光是吗？你们愿意做我那个一束光，在我什么裂缝？那天怎么说了？万物都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啊、对，你们就是我的光。你是那个裂痕，我是万物，行不行？我都有裂痕，我都有你，然后那是大家照进来的地方。照进来的地方，你们就是那束光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喜欢我的鞋子、啊嗯、给你们看看我的鞋子，是那种蝴蝶结的，上面是一个蝴蝶结、嗯、透明的黑色的啊。对，我发现真的喜欢我们俩唱歌的蛮少的，都喜欢我衣服，喜欢我头发，喜欢我配饰。下面我们的赞赞也不要停哦，辛苦大家了，我们冲击一下100万的赞赞。嗯，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瞄准一下若曦的关注啊，点击关注后看到那个黄色的信息还有那个 V，我们加一下那个 V， 还有我们的黄色星星，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我们65万再唱下一首歌啊，百听不厌是吧？我们最近没有唱歌给大家，因为在外面旅行嘛，然后这回正好在舞台上给大家多唱一唱，啊，给大家多唱一唱啊，嗯。一路向北，还有
一半放了一半蒜，我一个人一会儿给大家唱，好吧？欢迎潘哥，嗯，谢谢你的，多喝热水，晚上好，谢谢潘哥。潘哥想你的时候问月，其他已经唱过了，今天就不唱了啊，宝贝们。这首歌每天必唱的啊，然后今天不唱了，唱多了有点头疼，有点恶心了，呵呵，唱恶心了已经。合唱涨人气是不是？那我们再来一首，唱哪首？天之大吧，天之大还是想你的时候问月亮？大不了唱过了啊，宝贝们。嗯，你们选啊。合唱的有如果有来生。天之大，是不是？嗯。想你的时候月亮，哪个好听？你们觉得好听的哪个？离人心上秋哥哥想要听，想你的时候月亮。好的，谢谢强哥，谢谢强哥。那我们先月亮吧，来，先月亮来，三号机位准备一下，我们先月亮，再天之大，好不好？都给你们唱，好吧？嗯。来，我们三号机位准备一下啊，我们想你的时候月亮送给大家。总是很漫长，小小冷风还带着寒霜，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他乡，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，问问月亮思念它有多长，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，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，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，相思的泪水在不停流淌，只要默默把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葬，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，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，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想，月亮恰似那甜美脸庞，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，我问月亮思念它有多长，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，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，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，相思的泪水在不停流淌，只要默默的把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葬，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，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，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想，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，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，亲爱的你不知现在怎样，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想，月亮恰似你
那甜美脸庞，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，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，想你的时候我只能问月亮。谢谢，感谢小小鸟哥哥，谢谢 C 婷，感谢离人心上秋，谢谢李军哥哥，感谢夏之哥，谢谢银饰大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我没有落谁吧好像，谢谢百战归来，谢谢波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和支持，谢谢李军哥，谢谢你的星辰雨，谢谢哥。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同样不要停哦，辛苦大家了，我们冲击一下100万的赞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谢谢大家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我们瞄准一下若曦的关注，点击关注后出现那个黄色星星，我们再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你们的留言真的是太逗了，有个唱歌的时候你们不要逗我好不好，容易笑场。谢谢军哥，谢谢李军哥，嗯，谢谢我们七十家之哥，哦，这都是我们家铁粉的，谢谢银饰大哥。对，没有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啊，我们方便的哥哥姐姐大家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，给家里完成一下任务啊，加上我们 VIP 好不好，加入一下我们的 VIP， 进入我们 VIP 的团团啊，谢谢大家。我刚刚看到我们家铁粉说，老天爷呀，给若曦一点流量吧。我求你了，往底下我们家铁粉就是感觉我们俩的这个，我跟佳亮的这种风格应该直播间10000家才对，是不是？对，大家都这样，关键新粉也是说话好逗啊。嗯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礼物，对家人们，我那个也喜欢我的朋友也同样给我点点关注啊，我的账户在若曦的主页有艾特我，我最近掉粉了，若曦。我比你掉得很，我1000啊、我掉粉了，你们再给我冲击上去。谢谢大家，50000家、100000家的感觉，应该100000家。嗯，曾经100000家过，但是没有了，谢谢，不见了。感谢支持，谢谢你的万里挑一。哇，天涯哥他是沈阳的，天涯哥是老乡吗？大懒猫也是老乡，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大懒猫一定是老乡，因为他刚刚告诉我那个叫什么，有点凉，凉的确凉，的确凉，对。啊，这是银饰大哥送的礼物，谢谢哥。嗯。没有声音了，有声音啊！我们这边手机端完全正常。黑粉，黑粉。对，那你是不是你那边的那个刚一进抖音的时候把静音模式了、啊，重新静一下？啊，天涯哥是于洪区的。谢谢只想听，感谢你的辣目灯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子蝶说为什么这样？太不公平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反正晚上也是演出，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我们。然后真正想跟我跟佳代聊天，我们得是在家直播的时候能聊天多一些 ，PK 的时候啊，聊天的时候会多一些。这个就是我们演出的时间，对，聊天会少一些。嗯，然后我们的那个聊天 PK 的那种直播，大概得需要5天吧。5天左右啊，因为我家里面的弄了一个摄像机给大家直播，因为我手机端不好看，我手机端直播没有那么好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说换了一个摄像机给大家播。大懒猫是长春的。嗯，哦，大家想要听这个天之大是吧？家里你看一下耳机是绿灯还是红灯，是绿灯吗？ OK， 绿灯啊，那我们先唱这个天之大可以啊，可以唱天之大给大家。嗯，欢迎用户哥，欢迎大家啊！好主播不推流啊！最近官方可能对才艺主播这个流量锁定的比较猛啊，给我们都给我们固定死了，没有那么高。除了那几个大主播以外，大家都是几千人、上万人的，现在都几千人。我看很多400000粉丝的大主播，其实人家也都几千人，我也知足了，我才200多万粉丝。感谢医生和乔，谢谢你的花。谢谢医生和乔，欢迎星星啊，欢迎大家。对，我每天都在掉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百战归来，来我们准备一下，我们天之大啊，1号机位准备一下，天之大送给大家。嗯，如果有延迟，大家重新进一下，或者是降低清晰度就可以了。月光之下，静静的，我想你了，静静。
躺在雪里的牵挂。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，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。妈妈，月亮之下，有了你我才有家，离别虽伴不及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手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，天知道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。妈妈，月亮之下，有了你我才有家，离别虽伴不及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，天知道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。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，天知道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，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，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。谢谢一首好听的《天知道》送给直播的朋友，大家喜欢加奈的朋友可以他点点关注。对，这一首歌是讲母爱的，他的账号在我们的主页上啊，张加奈，点他的关注就可以了。最近掉了1000粉，给大家涨回来一下。来感谢一下礼物的榜单，谢谢谢谢我哥的礼物语，感谢小小鸟哥哥，谢谢唐娜，感谢银饰大哥，感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谢谢深秋，感谢暗香，谢谢深中网，感谢大家。对，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哦。我可能是长期这几天出去玩，我那个账号一直没有更新，可能就掉粉了。对，我掉了一万了，懂吗？所以家人们给我涨回来，我相信你们的力量。热西多刚好1.73米，1.73米。对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点赞点到85万赞，好不好？是85万赞对吧？对，我们抽一下85万赞啊，然后再带给大家弹首钢琴曲，我休息一下，然后就是我的独唱了，好不好？烟雨唱扬州，还有什么一路向北啊？你们想听的，还有一半疯了，一半散了，都是你们想听的歌，是不是？白狐已经唱过了啊，今天我们想听的明天来。加带1.65米、1.66米，大家想听什么钢琴曲？你们说一下好不好？对，我找一下谱子。对。都可以啊，就是别弹着像要下播了一样就行。九张机是跟我一起的合唱。
狂想曲啊，克罗地亚狂想曲啊，你想还有什么？朱大长说下代好高，我1.65米，1.66米还高。你们去本拿完了，对，我们回来了，宝贝。对，已经回来了啊。灯湖湾，外婆的灯湖湾。谢谢，这是糖糖，感谢你的荧光棒。我们谈一个比较激动的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虾米说，你觉得我今天开心是因为我脚老动吗？这比较调皮，是不是？花花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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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过来！你就是那个花花，以后就是加代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对，这个四川话最近很火，过来。大熊猫是不是？对。嗯，过来，对，你们都看了是不是？最近比较关注那个。对，扎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老宋又提这茬，说你是河马是不是？对，我还想夸你们，今天怎么没有了？想听出埃及啊？到底是哪个？那出埃及记吧，可以出埃及记吧。嗯，休息一下，我也休息一下，我高跟鞋站两个小时太累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找一下谱子啊，给你们出埃及的谱子。是过来，不是过来。让大家准备一下出埃及记的这个谱子啊，然后我们老师啊，我们的这个配乐老师准备一下我们出埃及的配乐啊。再一次感谢我们小小鸟哥哥。然后我们背景音乐改一下，背景音乐我们是循环播放的啊，只是改上这首歌。我们主打的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复古的音乐会啊，所以特别流行的在我们这边没有。嗯，好吧，我们有请扎带啊，准备一下我们的出埃及记送给大家。
对，这首钢琴曲叫做《出埃及记》啊，再一次欢迎我们所有这个时间来新到直播间朋友，谢谢我们浪翻云哥哥，气势磅礴。你们每次看钢琴曲都不看前面，就看收尾，收尾真帅。来，我们感谢一下小鸟哥哥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加代美美美，是不是？大家喜欢加代的话，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啊！谢谢大家，真牛啊，是不是？欢迎一下这些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！我们现在点赞马上要到100万赞了啊！我们再努努力，好不好？起码说我们一场直播100万赞还是要有的啊，家人们！尤其收尾一下，就最后一滚音，然后一起来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一个大爬音的地方啊！然后喜欢加代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给他点点关注，好吗？然后他休息一下啊，再来看一下我的耳机啊，没有问题的话，他休息一下。张导要下来开始导我的，要下去开始要导我的独唱了啊！这条腿呀、啊，你真的好喜欢呐、啊！我跟你说，喜欢腿的是不是都是男生啊？你们喜欢腿的是不是都是男生？其实我腿不算细的啊，我腿只是因为我个子比较高，可能就看得比较长，因为腰在这里嘛。就是腿看得比较长，但是我不算细的，因为我大小腿一边粗。我在直播间跟我家铁粉就说过，我说我大小腿都一样粗，你给我吧，我。对，我们是舞蹈主播专用的这个摄像头，对，因为我们用一般的那种直播间，就是那种带货的直播间，他要拉腿的话或拉上身的话，他的脸会变形，他是整个镜头在拉，所以说。那种就是没有办法用啊，没有办法用，所以我们用的是舞蹈主播专用镜头，因为舞蹈主播都比较瘦嘛，他那个身形比较好看，所以大家会发现，我露腿的时候用的这个镜头，看着我的五官没有那么清晰啊，因为他这个是专业，是专门凸显这个身材的，一半放了一半散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先唱一半放了一半散了啊，然后再唱你们喜欢听的其他歌曲啊，女孩子，小幸运，你是女孩子吗？等一下，老师，啊，准备一下，一半疯了，一半散了。熙熙攘攘，这命运的道场。曾燃起希望，烧一片空旷。多少心的滚烫，开不出花香。有梦的人，也许最迷茫。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。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。就怪那岁催人老，看不起一如既往，笑谈风霜，留一副冠冕堂皇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只能说说旧时光。熙熙攘攘，这命运的道场。谁曾燃起希望，烧一片空旷。多少心的滚烫，开不出花香。有梦的人，也许最迷茫。就怪那酒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。巷子太短，走不到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。就怪那岁催人老，看不起一如既往，笑谈风霜，留一副冠冕堂皇。这一生一半疯了，一半算了，再对脸
这旧时光，旧怀那旧杯太浅，进不了来日方长，巷子太短走不到，白发苍苍。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不是年少不疯狂，只是岁月太荒唐，就怪那最催人老，看不起一如既往，笑谈风霜，留一副冠冕堂安华。这一生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再对烈酒诉衷肠，只能说说旧时光。谢谢小小鸟哥哥，感谢你的礼物，谢谢大家默默点赞啊！谢谢我们网球，感谢小小鸟哥哥，歌词同步没有地方放啊！我们有尝试过弄歌词，没有地方放，因为我们整个舞台是个，因为我跟若曦有同框的时候，如果要放侧面挡我脸，放旁边挡他脸，这个不像说独唱的主播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对，怎么都好说，因为我跟佳代经常会整个把屏幕全部都占满，所以说到时候这个歌词不知道放哪里好，放哪里都会，对，都会不好，所以说我们干脆就取消了。杨宇唱扬州是吧，我们继续点赞好不好，105万赞唱好吗，98万的赞赞了，家人们我们试试劲啊，冲击一下105万的赞赞。杨宇唱扬州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对，影响效果，因为有我想我就在最左边的左上角放，然后之后我跑过来跟家来叠景的时候，就挡我的脸，没有地方放啊。我姐问我是谁，她说她是徐若曦，她说她搜了佩洛西。你姐这个耳朵真的是没谁了，我有一拼。我唱歌声音就是那样的，跟我说话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啊，因为我们在旅行的时候，就是前面其实还谢谢我们大懒猫，然后后面熙熙攘攘也是这种感觉，就是我说话的声音和我唱歌声音就是不太一样。我们家铁粉都已经习惯了啊，完全就是像两个人一样。啊，我们继续点点赞啊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赞赞。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我们再给若曦点一波关注，加入下我们的粉丝团。感谢家人们，以前。他们说在我直播间不是听我唱歌，都是来看腿看身材看白的是吧。对，我们基本上是自由行，我将来自己出去玩的啊，完了前半年基本上旅行就是这样了。基本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学点新歌给大家啊，其实有很多歌只在直播间不怎么唱而已。那个非常新，你别吹我，吹我我不唱。不许吹我，着急是吧，那你把点赞点上去啊，105万赞就唱了。对，我们俩想学一首歌叫做痴情种是吧。对，今生君还不尽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有没有听这首歌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生死茫茫山无力。你唱这个，然后我高八度唱。对，我是低八度的歌啊，痴情种这首歌挺好听的，一个是这首歌，还有一首什么歌来着，就我们俩都在学，早点给大家唱啊。105了，来了来吧，烟雨唱扬州啊，大家一直在等这首歌好吧。我们一下老师准备一下，烟雨唱扬州。水云动，天不动，水推船移，岸不移，刀切莲藕，丝不断，山高水远，情不离。多少无
的报应，我负自然有天理。姻缘桩桩丝线牵，万事悠悠当自理。雨绵绵情，多少故事在心里。不愿烟雨蒙蒙长扬州，百年巧合化惊奇。雨绵绵情，多少故事在心里。不愿烟雨蒙蒙长扬州，百年巧合化惊奇。百年巧合化惊奇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竹林哥，谢谢，感谢竹林哥的礼物，谢谢竹林哥。这首歌热气唱再好听，其实我是女低音版的，今天腰扭的不标准，我裙子太短了，怎么扭啊？这是这种扭啊，这怎么扭啊？微风吹着浮云，我靠，我给我封号了，佳代，我怕官方给我弄一个什么。搜索弄姿直接给我封号了，我不能扭了。我跟你说家人们，短裙子和扭你们只能涂一个，你知道吧？短裙子和扭你们只能涂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扭了。短裙子也可以扭，就扭封号呗，就直接，今天不是声卡坏，今天是直接就封号了。我的提示就是说觉得直播的内容有低俗成分，诱惑性，诱惑性动作及行为。这首歌能唱出一个天使的翅膀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有请佳代能给你唱歌。你想听天使的翅膀吗？我爱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首歌是你在心里的时候，你们喜欢是这种感觉。但是我的腿这样子，然后我是这样子，肯定给我疯了。那应该是南屏万钟。对，就是都是这种跳，是吧？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匆匆。完了，这首歌唱下来必给我封号，我跟你说。想要听，我爱的人想要听天使翅膀，没有请佳代来一下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是有他给我伴奏的。佳代来诱惑一个，那个是个旗袍，弄个旗袍可能踢踢腿。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有情侣变成了陌路。长裙有女人味是吧？想给我挺封号啊？那你们明后天还要不要我播了？你们怎么这样子？夜上海，夜上海，那就不是温碧霞了。欢迎欢迎新来的朋友啊！欢迎大家。对，我大小腿一边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可能是上大腿随我爸爸，小腿随我妈妈了。我大小腿是一样粗的，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直，可能是因为大小腿一样粗。好吧，我们有请一下佳代啊，我们负责一下我们天使的翅膀啊，我们的这个伴奏的部分，来，我们稍后机位准备一下。落叶随风将要去远方，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。曾飞舞的声音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幸福的过往。还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。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，划过我
无边的思量。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，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，翅膀划过我无边的思量。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我去爱你。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。若生命直到这里，从此没有我，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，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。谢谢，感谢我们老爷，谢谢我们我爱的人。来，佳代，感谢一下礼物的榜单，谢谢，有请佳代。感谢我爱的人，谢谢老爷，感谢飞龙哥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古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礼物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李华楚，谢谢你的千纸鹤。对，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啊，我们冲击一下120万的赞赞，辛苦大家了。好，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，我们点击一下若曦的关注，加入一下我们的粉丝团。有条件的家人们加入一下我们的 VIP 的粉丝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歌唱九张机啊，我们向老师先提前准备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冲击一下115万赞，好不好？115万赞啊，辛苦大家喽。想你的时候，月亮宝贝们已经唱过了啊。我们一场直播不重复唱歌，因为我们大家点歌的重复率比较高。如果一场直播还要重复的话，就会很伤粉。所以说我们本场直播是不重复唱歌了啊。嗯，是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感谢大家的灯牌。虾米想听公虾米是吗？虾米今天若曦这个衣服唱虾米。会不会封号呢？搔叫什么？搔首弄姿？你笑什么？印象老师，我在跟大家聊天，你不许笑啊！你作为工作人员，你要是再笑的话，扣你钱。谢谢大家点赞，对不对？虾米是不是？他那个短裙不太适合扭来扭去，你觉得是不是？这个腰不标准是吗？辛苦大家，我们冲击一下120万的赞赞，感谢大家，得扣10块。哎，加一下灯盘啊，了解了。虾米也是在想象了一下若曦的短裙，然后扭来扭去拱虾米，是不是有一点？哎，大家可以扣一些适合若曦今天这个衣服唱歌的哦。弱点就腿太长了是吗？然后裙子有点短。天边的月亮我没有听过啊，五哥。哎，家人们把想听的歌扣在公屏上，我们抽一个歌好不好？下一首歌是九张机送给大家。对，是九张机下一首啊。当然那个我们离人心上秋哥哥想听听闻远方有你，还有什么歌？人生的道场是吧？对，我发现最近这个人生什么人生路、人生道场，什么一半疯了一半算了，怎么这些歌都是那种
好就是以前好像对人生很失望的感觉。佛缘营，我倒是觉得是在七八十年代混过的人总结一下，就是熙熙攘攘，就人生的道场是吧？恩恩怨怨，就人生的道场。老爷的歌，老爷的歌是老爷的歌是哪首歌？人世间和我想抱着你，是不是啊？老爷喜欢哪个？我想抱着你，人世间，还有一个提笔忘情。对，老爷三部曲。然后我先把九章机唱了，好不好？嗯，然后我们小听约定是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现在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。佳代讲话好听，因为佳代是高音，所以高音就听着就蛮好听的，是不是？要比我要好听一点。嗯，要听他唱《人世间》是吧？来，别着急啊，我先把九章机给大家唱啊。我们喜欢听这首歌的朋友可以录屏啊。我们燕青老师关一下啊。嗯，来，我们稍后去位。光阴如梭，一梭采去，一梭去。青丝百转，丝丝缠乱，又不知。只一段锦绣纹饰，隐隐你双指，难寄托这相思。转转朝花夕拾，却一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欲言尽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在天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转转朝花夕拾，却一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盟誓，欲言尽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在天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尽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在天花间自负，只求春蚕丝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谢谢，一首非常好听的九章机送给大家。九章机，我们感谢一下礼物的榜单。谢谢 CC， 感谢你的千纸鹤，感谢任我行，感谢深秋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感谢开心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同样不要停哦。感谢天涯哥，谢谢你的万里挑一。对，家人们，我们赞赞不要停哦，然后把喜欢的歌扣在公屏上。还有什么歌想听若曦唱的呢？家人们，对，这首歌叫《九章机》啊，这首歌算是流行歌曲吧。谢谢我们天涯哥。流行歌曲怎么说呢？我一般唱流行歌曲没有唱老歌好听。
对，尤其你长得今年像温碧霞。对对，其实如果觉得就是唱一个粤语歌或者是温碧霞的歌应该还好，就那种老歌，谢谢老扁，感谢你的梨花筒。唱老歌比较适合，但是裙子又不适合。你的样子啊，约定好听啊，约定，大家想听约定的比较多。还有什么想听？佳代唱，佳代歌也挺多的其实。对，下次要佳代自己跟你唱天之大，我不跟你一起唱。等你累的时候，等我累的时候，等我嗓子哑的时候。谢谢大家点赞，我们冲击一下130万，应该可以吧，家人们。今天换了风格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因为短裙露腿了，是吗？大家可能看的感觉不太一样，是吧？对。就走路时，家里有小跑才能走。那个什么，天天有你，你出去。出去，我不想看到你，你影射我，影射我这个词儿可赢了。你可以说他你埋汰我，你整个你影射我可赢了，你影射我你。现在在主页上啊，大家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啊，给他点点关注。他在主页上，主页我有艾特他，艾特我的主页，点我的头像到我的主页，我有艾特他。下面有就是介绍。自我介绍里面有艾特我张佳代，就是我啊，是的。我们每天9点到11点直播，每天9点到11点。然后家里面我弄了一个摄像机，在家里面以后可以给大家就是聊聊天、打打 PK 啊那样的直播。我们要搭建好的啊，我们刚买了材料，因为我原来是家里面那个背景不太好看，有点土恰恰的啊，我弄了一个就稍微。显人好看一点的那样的一个背景，腾出来了一个卧室，专门搭建一下这个背景啊。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，大家想要听约定是吧？那我们点击一下130万赞唱约定好不好？然后音响老师也准备一下我们这个约定的这个，准备一下约定的伴奏好吗？我是没有，他们开车，他们说什么？我刚刚说影射我，他们这就开车。你要被我整封号了，你们！你们不许聊这个，后面影射就是影射啊！你们不许聊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们满屏幕跟我聊这个话题，我就封号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本来流量就是3000到5000人，你们先给我干到100人容易，真的是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们这帮人真的是给我封号了一会儿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，你们实在是。懂得太多了，怎么拦不住你们？真的，你们真的懂得太多。你们是很多人，真的是你们生活当中没别的事儿了啊，家人们。我跟你讲，不许给我佳代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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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佳代，过来，过来，花花，过来，过来。佛缘音会给你们唱吗？佛缘音会给你们唱。好多老司机，你们这帮男人，你们这帮男人和这帮女人，佛缘音多一些是吧？那我们先让佳代唱一个约定好吗？唱一个约定之后，我给大家唱佛缘音，还有听闻远方有你也是我们这个身上出哥哥刚才点的啊。果然老司机什么都能开，就是你们什么事能刮得到，对，你们见缝就插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他们让你出来唱，佳代一出来就不会了，手就不会动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不会了。佳代是国赖，若曦是花花。以后你们叫我们俩就是花花国赖国赖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是啊，你们太能那个啥了啊！给我整封号了一会儿。来吧，我们让佳代唱一首《约定》给大家吧，好吧？冲击一下130万赞啊！现在还有20000赞。我是女孩子，我怎么是个男士？我哪里像男士？我身高和。确实也像，反正也不赖你们说，个头也像，说话声音也像，果然是过动物园。花花，以后我叫徐花花怎么样？佳代是张果赖。花花果赖果赖果赖，我名儿呢？你名儿没了，我是顶流，我是花花。不是所有的熊猫都叫花花。他们说看那个熊猫，他们问很多的那个评论区说你们怎么能分得清楚哪个是花花，后来发现最矮最胖没脖子那个就是花花。
对，最胖没脖子的就是花花。好，准备下约定啊，我们胭脂老师关一下胭脂吧，有点这腿是真好听。下次拖鞋穿个矮一点的，那我就是直接换一个平跟鞋。平跟鞋不好看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啊。我也不知道是有没有什么高跟鞋控，我就是喜欢女孩子穿高跟鞋，就很喜欢。喜欢女孩子就是腿很长，然后穿高跟鞋。不知道这算不算庸俗啊？我一看人家女孩子腿直，穿个高跟鞋我就走不动路。就无论她是到这的裙子，还是包臀的过膝盖的裙子，就是那种鱼尾裙，就是包臀的，然后穿个高跟鞋，我就觉得这女人好优雅呀、啊，就很喜欢这样的女孩子。等我明天跟佳奈穿运动装给你们播一个吧，我们俩穿个运动服给你们播一场。啊，130万了啊，我们有请佳奈来一首好听的《约定》啊，送给大家。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，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，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，要做快乐照顾自己，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，你我约定，一争吵很快要喊停，也说好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一首好听的约定送给大家。大家说佳代的嘴，若曦的腿，这都能押韵上，我真是你们真的是服了啊。他们说比原唱好听是吧，佳代唱歌有一种美声的味道，大家听多了就会觉得有一种美声的味道。我也是，其实我们俩是学美声的，我们俩都有一种美声味啊，唱通俗，但是唱通俗不算好听的，但变成了我们俩的一个标志啊。
变成我们俩一个标志啊，可能就是一听就是我们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凯哥来了，欢迎凯哥来，再来我们感谢一下榜单。嗯，晚上好，凯哥，谢谢大家大的礼物，感谢飞龙哥，谢谢浪风影哥哥，欢迎大家，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开心，感谢 CC， 感谢 CC， 谢谢大家，家人们，我们的赞赞同样不要停哦，辛苦大家了。给大家把想听的歌也可以扣在公屏上，我们的赞赞不要停，我们没有给若曦点关注的也要给若曦再点波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家人没有唱歌笑场的时候，他没有，他就是一个一，他一个话，他咱笑一个小时，笑完再唱。对，辛苦热夏一直站着，对，没办法，穿短裙就要穿高跟鞋。对，嗯，大家想听一路向北是吧？那我们来准备一下一路向北啊，准备一下 一路向北。我们在舞台唱歌最近没有连麦，家人们啊，我们最近在舞台唱歌没有连麦，就是给大家多唱歌，然后连麦 PK 什么，一般都是在家里面，家里面的这个效果还在布置当中。还在布置当中，准确来说还需要点时间啊，还需要点时间。嗯，来，没有点关注我们点点关注，现在直播间3400人，来我们准备一下我们的一路向北好不好，一路向北啊，林湘老师准备一下。带着疲惫，带着愧对，我的心一路向北。那个曾经深爱我的人，请你不要流下你的眼泪，留下支离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还在向北。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我是否真的再也找不回？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一路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真的不想继续向北。留下支离，留下破碎，我的心还在向北。那个为爱流过泪的人，我是否真的再也找不回？请放开你温暖的手，让我一路向北。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真的不想继续向北。让我一路向北，未知的远方是否也有真情轮回？一路走着，我依然是昨日滋味，可我真的真的不想继续向北。谢谢，感谢凯哥，谢谢你的丘比特，感谢浪飞云哥哥，感谢你的旅行车。我看家人们说，刚刚说，今天看到了若曦的腿，我已经找不到背，就是又给我造了一个句，是不是？
刚老爷在是吧？老爷来了是吧？老爷现在也在啊，也在啊。哦，老爷怎么在我直播间听歌这么久啊？今天应该是没有去打牌，今天没有去打牌。一般他就是只有空闲的时间，他会过来看我一眼，给我扔个礼物。佛愿迎下手下手唱啊，别着急啊，小桃。来，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？音色老师准备一下佛愿迎的伴奏啊，我们准备一下。来，我们冲击一下140万赞，好吗？冲击一下140万赞。若曦头发染过了吗？我头发是接的是叫什么巧克力色吧？这个叫什么巧克力色？佳代说我长得像美少女战士，他说我的腿这么放着的时候特别像那个美少女战士。我这个衣服有点肥，其实应该稍微再收一点，但是我觉得短裙上面再收一点就会觉得很奇怪，有点小气啊，我就放开了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截图去买啊，某宝应该会有，很便宜的、啊、这个是别人送我的，对，说我像美少女战士，就那种可以有那种特效功能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冲击一下140万赞啊！大家辛苦了。你也是在听腿吗？其实我不瘦啊，我觉得家人们，就很多人说我，瘦啊什么，其实我不瘦啊，我1.73米，110斤，我算是正常体型，不是像那种女主播一些跳舞的主播那么瘦，我属于微胖型啊，我不喜欢女孩子太瘦，因为太瘦，我觉得有点穷看着，虽然我也没有很富，但是我不喜欢太瘦啊，稍微胖一点点，肉肉的啊，骨感的那种我不喜欢啊，看着就很夸张。对，就是很夸张。我不喜欢那种，就是我喜欢有点缺点，说白了我喜欢女孩子有点缺点。若曦最美，你看老爷你要说你有眼光嘞。佳代在那边嘲笑我，扣你10块钱。老爷说的对，老爷说的对，加上10块钱，加你10块钱。感谢凯哥，谢谢你的娶你回家。哦，今天凯哥的这个娶你回家没有像大瀑布一样下来，这是小的，今天是小的啊，今天是小的。对，我喜欢那个有点灵异事件。对，我都懵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今天是小的，哦，我是喜欢女孩子有一点点的缺点，就无论她是柳肩呐、啊，还是有一点肚子有肉啊，或者是腿可能没有那么直啊，就是她有一点缺点，我会很喜欢，我觉得比较接地气，我不喜欢那种。没有缺点的，没有表情的，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啊。佳代的嘴，若曦的腿，听听一路向美就最美。你们不说佳代的这个嘴巴大了是不是？你们都走出他可以吞掉一个甜筒。对，说我吃鸡腿。昨天有点像 AI 效果是吧？今天还好吧？看着，昨天没有美颜，昨天妮桑老师那个技术老师帮我开美颜了，我。昨天完全是没美颜的，所以大家看得很奇怪。老爷说热心没缺点。对，今天开了20的瘦脸。好，140万赞了，来，我们佛缘盈送给大家。然后我们小老师看一下我的这个摄影老师看一下我的耳机。嗯，佛缘盈，大家一直在等啊，给大家唱一下。嗯，好。闪烁几多重，为名为利苦中求，繁华落尽留不住，转眼流年已白头，多少红尘已过客，多少往事成云烟，最是芳华已逝去，梦里春花心事秋，愿倾国莫强求，愿尽似水难解流，红梅悲美红，双手何时牵行踪，佛祖菩在心中留，十年白丝缠回我，红白悲美红，若人渡我，我渡人。
红尘已过客，多少往事成云烟，虽是芳华已逝去，梦里春花心事旧，缘起因果莫强求，缘尽似水难解流。红马内悲美红，双手何时牵行走，佛祖菩萨心中留，心念百次忏悔我。红马内悲美红，人人渡我我渡人，缘起因果莫强求，缘尽似水难解流。唵嘛呢呗咪吽，双手何时牵行走，佛祖菩萨心中留，心念百次忏悔我。唵嘛呢呗咪吽，如人渡我我渡人，心怀慈悲多感恩，心如莲花菩提生，手捧一盏明灯照，断舍烦恼尽禅修。手捧一盏明灯照，断舍烦恼尽禅修。谢离人心上秋，感谢你的花花，欢迎明天姐，是的，晚上好明天姐，谢谢703哥哥，感谢你的热气球，谢谢大家。天涯哥好像是两个叫天涯哥的是吗？是两个号吗？是两个号，好像是、哦、一个叫天涯咫尺，一个叫咫尺哦，应该是一个哥哥，是一个哥哥吧？谢谢凯哥。耳环有没有链接？这个是我瞎买的，这个没有链接。这个是因为我们为了上舞台要带一些比较夸张的东西，我带那种比较秀气的东西不好看，我必须带夸张的才好看。这个是一个类似于那种玉石的感觉，但是不是很贵啊。因为我上台带的东西都没有很贵，因为很贵的东西上台不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谢谢凯哥，谢谢凯哥，嗯，谢谢莉莉，感谢你的 Love 灯牌，感谢凯哥，谢谢你的单车恋人。明天姐最近有点忙是吧？我说这两天没有看到你哦。啊，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击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，家人们。嗯，没有给若曦点关注，我们点击一波关注，还有那个小心心和 VIP 的群，谢谢大家的加入。这个戒指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就是瞎买的，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吧。这个就是它是为了配饰，它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全身上下加一起可能不到300块钱。真的真的，这个裙子也是给的啊，50块钱给的。这个真的是啊，这个真的是实话，贵就是贵啊。你像我那天那个有一个那个迪奥的礼服，那个就很贵，那个要好几万啊。这个就便宜是便宜啊，该多少钱就多少钱。要不大家总说我带的东西都很贵，其实没有，嗯，为了上镜更换的这个速率比较快啊，所以说没有办法。你们可以截图去找一下，就在抖音买的，有专门卖那种玉石类的首饰的地方就买了。12级有我的专辑啊，我们粉丝排到12级可以联系我们的管理。哦，现在吗？刚刚大海涵连你。连线，现在他在那个吗？他是现在写的吗？还在吗？嗯。啊，挂掉了。挂了是吗？你看大蓝在干嘛？他应该是连别人了，连别人我就不用回了啊。如果没连，你可以的。啊，他正在连是吧？啊，在找人。啊，在找人是吧？嗯。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。可以连回去吗？那边？可以连回去吗？对，跟他说一声，跟他说一声，
60收了让你赚十块，真的假的？你们喜欢这个裙子啊？这个裙子就是很普通的领，其实这个裙子它好看的点在于要披一件西服才好看。好，他这边连着，我们就不连他了。连线中，嗯，好，那就不用连他了啊。嗯。我出80，你说拍卖我得了，别拍卖我裙子了，90，你拍卖我得了，别拍卖我裙子了。聪明，大家都是才艺，我想 PK 不想才艺，就是我 PK， 其实你像我们前两天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不都才艺嘛，我就不喜欢才艺，就 PK 就是要想要娱乐一下，然后也练练家人的凝聚力，比如说点点赞啊，点打个点赞 PK 我们点赞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想着口播这个也比较累，然后想打打点赞的啊，或者是打一打其他的，我们榜五榜十那种啊，我们总票打的有点累啊，要只靠一个大哥就有点累。这个不是手表，这个、是手链。只是我戴的有点，手腕戴着可能感觉有点大，是不是？嗯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！不玩了，我们就不玩了。他连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唱歌，唱歌的时候不连麦啊。嗯。好吧，我再唱一首歌，下播了，好不好？11点多了已经啊，我再唱一首歌，下播了。你们刚才说想听什么歌来着？说下播之前要听什么歌？他们说想听暧昧或者是安妮都行。凯哥，暧昧吧，是吧？暧昧，暧昧吧，对，暧昧吧。因为凯哥天天听那个凯哥没事，内部人。那我们唱一下暧昧吧，现在我们暧昧啊，我们可以吗？伴奏可以是吧 ？OK， 好，嗯。怎样气候，你终于回过头看我，抱着你幸福的轮廓，连叹息都变得清澈。你的温柔还清晰如昨，伸出手仿佛就能够触摸。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，也在试探思念浓薄。你望的伞还有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风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。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相负于聚又散。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。我自私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
站在这城市某一端，寂寞和爱相赋予聚又散。真好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首歌只有在下播的时候敢唱，对，因为比较安静，太安静了啊，哄大家睡觉啊。这首歌叫做《暧昧》啊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，女中低音的一首歌，送给大家。那么我们明天晚上9点啊，依然直播间不见不散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点关注的，我们点点关注啊！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帮我们热心的加代点赞啊、送出礼物陪伴的朋友们。那我们明天晚上9点，直播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